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国人？你的序号是多少？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十五题，请听后重复。一，我坐火车去。二，谢谢你请我看电影。三，你的衣服很漂亮。四，这是张小姐的电脑。五，她在医院工作。六，我是上个月来中国的。七，对不起，他不在家。八，雪下得真大。九，他比我大五岁。十，服务员在打电话。十一，多运动对身体好。十二，我知道那个公司。十三，欢迎你来我们学校。十四，那本书我看完了。十五，你好，我要一杯咖啡。好，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五题，请听后回答。十六，明天星期几？十七，你会不会做饭？十八，这个月有多少天？十九，你喜欢吃水果吗？二十，我工作三年了，你呢？
二十一，去年新年，你在哪儿？二十二，晚上你想吃什么？二十三，你篮球打得怎么样？二十四，谁是你最好的朋友？二十五，你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吗？好，现在开始准备第二十六到二十七题，可以在试卷上写提纲。准备时间为七分钟。
好，现在开始第26题。好，现在开始第27题。好，考试现在结束，谢谢你。